那么你如果想说杀球的话，那你杀两个，我看看。您看我的这个杀球力量，应该怎么发力？行。点击球点还是比较低啊，高一点。其实力量是有的，但是你的力量还有点分散。很容易打在拍框上。那是击球点，这个你要自己注意。嗯。我现在就讲，你就说你先不要用很大的力，你就尝试就用手腕，就像你刚才点杀一样的。你把这个点杀的时候，就是速度再摆快一点，力量再短促点，你就是你不要我不要你重，我让你先尝试一下这样一个感觉，放松哈。不够干脆哈。好像击球点一个是低。你先看我一下，我给你示范一下啊，就说我这种点杀一样，来。看好这个腕力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我没有用力，对不对？发力好像是这个全过程都在发力，不是这个。对，你打在那个球上的那个力量不够。那我这个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力在这个打球上。先不要用力，先试试这个。你有这样的东西的话，你再把你的力量放上去就可以了。点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很好。会怎么样？好像感觉这个力量发的时候就感觉在这个击球点的，而且还没有用很多力。哎，对对，这球的效果应该是差不多。对，以前是这个感觉，这力量自己全身的力量都用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打出这球的你呢还比其他好多了，就是因为你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这个最早看上去还比较舒服一点。再多做这个，让这个熟一点，然后你想重杀的时候，就加力，就把你的手背的力量或者加上你身体的力量加上去，但是必须还是通过这个。我不是让你加了以后把这个动作再拉大就没有了，所以为什么让你先加强这个？加强那个点，就这个是最后的那个发力的那个。是，就是这个，现在是只是腕力，下次要把其他力量借到腕力，再借拍还要注意点，拨拍就是要放松。拨拍现在不一定要固定要怎么样，你觉得这个怎样握然后比较舒服，放松一点，它这个瓦力才能下来。放松一点，然后它才能够下来。要杀球，毕竟还要往下一点，抓得太紧了，它有点僵在这里。这握拍的时候，我有时间握的是不是这样太靠后了？应该是不是得靠前一点？从理论来讲，就是说是平的啊。跟那个手是平的。但是说后一点、前一点应该问题不大，太前就有问题了，它会割住了。但是你打一些前面抽挡还可以，但在后场的时候，尽量以平为一个最基本的。但是你相差这么几，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好，还有一个刚才讲的就是放松，当你要发力的这个手腕要发力的时候，要下来。这样吧，看看你今天表现相当不错，那个注意啊，跟他打几个看看瞧，真的打一下啊。好，好，准备好，对，好的，准备，好的，上，对，好，这个动作就大了，没有很好的用这个，这个所以刚才这个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用的，这个点他一下就够了，啊。
好的，准备上。对，这个很好。好。一方面今天有时间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看了一下，打球还欠缺一个连贯意识啊，你不要打完一个停在那个地方，打完了以后，比如打个对角，人要跟过来的，打个直线跟着，就人要跟着球走一点。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因为今天叫了一些都有一些录像啊，顺便看看你，然后我们再共同再分享一下，分析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反拍还可以哈。反拍是不是打的比较多？反拍有时间就是力量也是不够啊，还是一样可以用刚才那个腕力一样的啊，腕力啊，也是那种点的动作。对对，你先用这个点力量能发出来以后，你可以借这个身体的力量，再借点就是把这个摆数再摆起来，这球就会到后面去。这一个步伐哈，步伐缺少一点弹性，还有一个就是连贯性，就是你打完了以后，你再准备下一拍。打完了以后稍微要多一点，你不要回来都半步，那半步难以用，对不对？总感觉自己把这球打死了，但是没有心理准备啊。以前我们当球员的时候，教练也在讲我们的，就是见到这个球落到地板，才能把气松下来。只要这个球没有落地板，你就要准备到下一拍。